哎呦，太好了！来，真早，走，搞去，买点菜去，走，尝尝去，来溜溜达，上那头菜市场。太好了，喝酒不积极，大脑有问题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多长时间没买菜了？我家里有菜，家里有菜，完了我说再炖点啥？这不天冷吗？是不是？炖啥呀？炖个大胖头行不行？炖鱼啊，真漂亮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花开的晚呢。这是啥树啊？这好像是山里红，真的，真是山里红。那你乐啥呀？这是山里红啊，这儿呢。看那顶上还有去年的果子没掉下来那个，能吃吗？那吃啥呀？这不是等到上秋就能吃。没事，不着急。有胖子不？嗯。行，一会儿来个大。砸吧。砸柳根啊？砸。行。砸。哎，别说这柳根不错呀。柳根多少钱一斤？17。嗯。柳根想炸吃啊？炸吃啊？我估计好像这玩意儿酱吃好吃。我知道，我练过。练过那行。没事。49。行，我给你50。给你50得了。哎，这是上回我跟邵总，您那个小老板酒鬼给拿的熏酱，本来寻思坐火车吃。哎，想的可好了，自己说点，这杯我俩带的，再整点啥，完整点啤酒，结果告诉邵帅让你不去了。猪心、口条、护心肉、猪耳朵、猪鼻子，哎呀，这一大堆呢。今儿个熏酱配啤酒正好哈。对，相当好了。能喝去吗？太不能了，那咋的也得俩盘儿啊。还有别的呢，关键是。今儿个就是熏酱配啤酒局儿。对，就是喝酒局儿。还是老规矩，邵总来，我指定安排喝大绿棒子。别人不是，就是人指定得挨喷。人邵总一来给你拿大旗，你给人安排绿棒子。我是今天买大棒就行。这大棒我肯定不能喝的。大棒咱没有。哎呀，不错啊。这熏酱杠杠的啊、哦！我一样尝一口，我一会儿就直接饱了。我看也是，护心肉，这盘装不下了。嗯，这量够用。这你说咱俩要坐火车，邵总，你说这火车没坐上，我这闹心。要不是不是直播烧烤了都？那我直接转战直播呀、啊？那可不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家伙的！我来两块吧。来。油条，哎，就是说一个包厢里，就那种高级软卧，包厢里四个人的那种。停了，别想象了。然后上都没去上。然后上铺俩女生。我的天！一起喝点儿，没别的，你别想歪了，媳妇儿。我怕我把持不住。喝点儿，带两箱啤酒，哎。那你俩这再多一多，你俩那不是那啥去了，那是专门就是上火车上喝酒去了，换个地方喝酒。在火车上喝酒那多贵。猪心。哎，今天这熏酱啤酒啊。今儿还别说，天儿还挺不错，今儿那啥挺暖和。挺暖和。那邵总走之前那咋的得安排一下子。这个也好。嗯。这个可以有。来，邵总没吃过这个，给他来个这个。吃吧，我来一片。你这玩意儿相当好了。哎呀，还是肉干炒香。那还说啥了？我、太硬了。走、上菜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大鹅行不行？太行了！你不说他俩都没吃过吗？他俩没吃过。给他俩尝尝。我给你安排一下子，就整只上来。上菜，整只上啊！嗯，放点十三香，来一勺子盐，来点料酒，刮咕刮咕，油热炸鱼，哎，捞出来，干炸柳根儿。
哎，那我一进屋，你看那说啥不能走？那还往哪走啊？挣多少钱都不能去。我准备上菜，叫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应该我到点站。好哪呦我的天！小条蒜，这个皮是真，这个皮挨着的，这个皮挨着的，没有那个鹅还有假的，有的是假的。嗯嗯，这是鹅，这个不是鸭。对对对，你说的，就大盆的头嘛。这不有大盆了吗？老李说了，你俩都没吃过，让你俩尝尝，你看有没有油？你看有没有油？没有吧？没有。要不然不有那个大白油吗？啊，人家没有，没有油烤掉了，大点份儿，媳妇儿，要不一会儿看谁吃不好意思。我天，嗯，老硬了，这腿你掰一下子，这不好意思，往里干。哎，这撕吧撕吧，看肉，肉老紧实了，你吃吧。哎呦，今儿这菜又硬了，干炸小柳根儿，整个蘸酱菜。这吃糖蒜解腻呀、啊，大鹅，熏酱喝盘儿，熏酱喝盘儿，今天喝点儿小啤酒，来，一会儿是不是得唱两首啊？我这麦克风都给你买了，我告诉你啊，邵总也是酒人儿，来开整，好大鹅，吃大鹅。我吃这鱼趁热吃啊。嗯，行啊，挺酥脆啊。嗯，这大鹅来自比较大的城市，铁岭。对，咋样啊，味儿啊 ？OK。嗯，太香了。嗯，好像还像喝酒。嗯，你等会来点，你自己洗澡上手。哎，天天就你出车啊？他是一手不伸呐？不不不，那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啊，有时候晚上啊，他不喝酒情况下，嗯，无聊的。啊，那你今天把时间都给我了，嗯，那来吧，那整一口吧，嗯嗯，来呀，一起来呀，嗯嗯，那你吃一口，来来来，干杯。你俩头一次喝，但是你俩能成为好哥们儿，我感觉。是吧？你喝一会儿就知道了，来。哎呀，那谁教我的？一个酒人教我的。嗯，喝啤酒必须倒出沫来。啊啊，对，这有仪式感。鹅肝肠，邵总来一口，来弟妹，这里头全是鹅肝呐啊！动不了。嗯，鹅肝，嗯，真是鹅肝。这大鹅里边的肝拿这里边。对，他俩是一家的。啊，嗯，他们一家。所以说，你就看这带本了的鹅，就看着了带本了的鹅肝，行不行？好事成双，来，你再慢慢喝吧，我俩来来，吹个屁股，来，必须得有仪式感，来，等会儿人造完呢，好，他还来个先消毒，哎呦，我还给你买个广场舞大妈专用的。喇叭，瞅你要走了，这个好哥们儿不像以前了，跨过这个门就开喝，没事，随时有你一个千里传音啊，主要是就好使，嗯，那个他马上要走了吧，一听话少帅也要走了，就找我也，就俩酒友，他要走，他要上山东，完了，一个要上山东的，我要上黑龙江，一个要上黑龙江的，嗯，无忌那个在燕城路那边特别特别，你知不知道？看没看他视频？特别特别火，特别道东那个无忌小老板酒鬼。啊，我知道吧，太知道了啊，他家熏酱你就来吧，我俩那天上他家熏酱馆子了，完给我俩拿大礼盒，老板特别好，嗯呐，老板也讲究够用啊，主要是人家食材啥做的，食材好，人天天都是现做，嗯，现做还有东西食材啥的，来，真是害我抢，来这粥一个，我说粥都不粥。我就这一杯，我差点十分就走了。我也发现你这喝饮料可慢了。啊，不是饮料，喝酒快。啊，嗯呐，滋溜滋溜。嗯，我就喝饮料老快了。嗯，必须的，这花生米。你说我啊，整点花生米。你给赶抓紧上菜了。是那个是芥末的吗？我整个绿色。对对，芥末的行吗？那太好了。嗯，来吧。这放我这，先放我这，先放我这，我这。我放。对，行吧。这都有点小来有趣，这东西。嗯呐，这么的哥。对，行。下酒的东西都这个。灯熄灭了，月亮是寂寞的夜，
静静看着谁不见难免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牺牲为何那样微弱。我还得重唱啊，刚要到高潮。没事，先喝酒。先喝。换中文，这也好听啊，这好听，这几句就相当就盖了。就是你要这么想，老李，你出去唱歌。
咱从来不与任何人攀比，我们只限于我们这一个方式，咱们喝酒开心尽兴，真是这个情况啊！谢谢你。哎，你俩相见恨晚的感觉，真是的，你就认识晚了，行不行？行行，太行太行。这老弟，我这不上才艺了吗？喝三顿酒，我从来没说我唱歌这事，好像那天哪天大哥跟我逗我玩，突然发现还有这才艺。他媳妇唱歌也嘎嘎好听，好听的。你这玩意儿不是一家人，他不进一家门，这玩意儿你是谁能整了啊？咋这你那个是百宝箱，咋就一直往出变呢？那他有的是啊。不是，嗨，换色的一会儿就得呀。我们今生永远在路上，只要我们永死永不忘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那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凡尘